当地时间十三号，俄罗斯媒体首次播出了俄罗斯先锋高超声速导弹视频画面，这也是媒体首次有机会近距离拍摄该导弹。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表示，该导弹能以二十倍音速飞行，具有滑翔机动能力。 可以轻易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。俄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十三号表示，到二零二零年底前，俄战略火箭军现代化武器装备率将达到百分之八十一。根据计划，今年还将有三个洲际弹道导弹团加入战备值班。